然后今天画的是一个紫色旗袍妆容，重点在眼影的部分。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，就接着往下看吧。分用一个隔离，粉底霜。粉饼定一下妆，画下眉毛，这个眼影叫 Urban Gent， 外壳是一个旅行箱设计，体积也非常的小，方便携带。打开看，里面是三种不同质地的眼影色，一盘是紫葡萄色，一盘是豆沙色，它们的颜色都很细腻，不飞粉。我先用这个打个底，然后我们用紫色这个，还是用紫色，用中间的亮片，再加一点这个。棕色的眼线笔，然后睫毛，打下高光，口红用到这个。中间叠层一个这个。